台积电在今天利多消息蛮多的，包括他自己说，他们的产能真的是塞爆了，甚至连简报都不敢列，到底有多塞啊？这个塞车有多塞，这个数据都不敢列了。另外，海力士的社长自己说要携手台积电生产 HBM 四。 Intel 不想做代工了，这大家都知道。但他卖给谁呢？之前传言要卖给格罗方德嘛、哦，啊，现在传说有可能卖给台积电。我们不知道他卖给谁，但台积电也是选项之一哦。那么 Intel 确实在做删减成本计划，所以我们来谈谈台积电。对，虽然台积电今天开高走低，但是消息面的利多不断。你现在把它衡量，它对未来的一个营收跟获利的话，帮助很大。所以短线虽然是整理，但未来空间还是很多哈、哦。我们这样来看。 他的所谓的先进制程的副总叫何军，他说，o a s 不敢讲数字，因为大家都在追产能呐。那追产能大家都在讲，而且现在 Coas 要涨二十到三十趴哦。那你可以发现，就是说 o a s 涨价，而且它的产能这样规划，你可以发现它去合并了群创一个所谓的这个面板厂。你以为它是做面板级封装？因为它是玻璃基板，不是，它是要它是要做 o a 斯。 哦，那么大的厂，最后整个都要把它弄成 c o a s 所以你看 Coass CO 有多缺了。對那我们看它的产能，你就知道说未来台积电的营收，明年、后年还是看得非常好。你可以发现哦，嗯、在去年的话，它夜产能 c o a s 的话是一点三五万片。好、哦，那今年哎、欸，第一季没有很多，第二季嘛，但到第三季哦，<是>到第三季、第四季哦，从一点四冲到三点六，也就是说。 半年的时间，它的产能的话是增加一倍，好是增加一倍。明年要到六点五，六点五，后年要到九点，有可能到七万片哦。以现在的速度，可能现在是保守估是六万五到九万片，九万两千片。你看哦，营收现在是一万七千片。如果未来达到九万两千片，你看台积电未来营收会冲到哪里？那空间很大哦，因为 c o a s 的价格是很贵，嗯嗯还在不断的在涨价哦。所以第一个的话是 c o a s e 这个问题，<好>第二个的话是 HBN 四。今天有一个消息。 h b n 是说高评高高效能的所谓的这个这个记忆体的话，它的订单现在跟那个海力士已经确定了哦，订单会增加多少？六到十五亿美金。假设十五亿的话，等于是我爸也，我爸也给顶多啊。所以这个订单很大。那我们这样讲说，过去的 c o r r s 是台积电做这个单晶片逻辑晶片，啊、那这一个低润的部分的话，是由海 s s 跟三星做。 然后台积电再把它封装叫做 c o a s, <是> <S 把这两个封装叫 c o a s 所以台积电做的是这个单晶片，还有做 c o a s 这个赚这两笔。啊、但是现在因为吼、哦，这个低润它的产能只有十二纳米到十六纳米，它没办法做十纳米、七纳米、五纳米。但是现在回答说，这个地方叫做基础晶片。 这个基础晶片不能用十几纳米做了，我的效能要强的话，这个基础晶片的话，我要用五纳米做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基础晶片的话，要跟这个单晶片一样，都是五纳米跟四纳米。三星跟海力士不都走啊？那怎么办？他就说好，那这一块的话，台积电你帮我设计，我们一起来做。那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变成这个海力士去找台积电一起来做，台积电就增加这个业绩会到六到十五亿美元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每一年这样增加的话。 这个对台积电营收也增加非常多、啊 oh, 啊。我们三点意思是说，这个 h b n 的单子呢，还是有海力士跟 Nvidia 要来的嘛，对,对,的对不对？那虽然他没办法做，他也不想放弃单单。没办法做这个基础晶片，是因为它整个是整块的所，所以这整块呢，有一部分呢，他就交给台积电来做。对对对对,对那光这一部分就可能到五百亿啊。对对，就是四五亿美金。 哇，十五 <Wow> 亿美金，所以这个对台积电的贡献，只是一个基础晶片的部分的话，就可以增加大概五百亿的营收，uh, 所以这个也是利多啊，哈、哦，对台积电以的营收也是帮助很大、啊。是。第三个就是 Intel 这个故事，Intel 这个故事的话，比刚才前面、啊啊、比比上面啊这个东西 HBM、uh, 更强。怎么说哦？它现在代工效率很差嘛，哈、哦，现在要三千万，所以它的资本支出下降，明年减减少是七个百分。好，它现在开始一直。 每一年都要讲，他做二十 A，二十 A，二十 A 是什么？叫二奈米，二、oh, 奈米好。但他现在这个东西哦，叫做 Co Ultra 两百 V，这个本来应该是二十 A 做的，嗯，uh, 结果他现在交给台积电做的非常好，所以他现在宣布了二十 A 不做了。我原来设计了 A 二十 A 的东西，我不做了，嗯，uh, 我全部订单下给台积电，然后他就全力去攻十八 A。 所以没有两两纳米哦，台积电没有两纳米哦，未来是一点八纳米，就是八 A 啊。两纳、uh, 米的订单，它本来设计的全部都丢给谁？丢给台积电。这个金额才到我们。所以 i n t e 将来没有两纳米。呃、啊，它没有二十 A 啊，uh, 它就不生产二十 A 了，uh, 因为我交给你做，你做那么多，那、啊啊、我自己做那么，那 <okay, S 1> 我自己做也不见得比较赚啊。以啊所以你看它的订单是怎样？好，二零二二年它订单的话，二十八亿美金哦，给台积电是二十八亿美金，那今去年是三十一亿。 那今年你看这些订单是不是给台积电了？变成六十八亿，所以它一样是跟海力士的概念一样，就转包出去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oh. 也就是说，它制制造的部分、设计的部分的订单本来是要交给他自己的代工，oh, 他,他自己的代工的话，今年代工做不出来，他交给台积电，结果台积电做出来很棒，然後他只好说，uh. 那我就交给台积电。所以你看金额本来三十一亿，对不对？嗯，今年六十八亿，那明年呢？一百一十亿。所以为什么说？ 明後年台积电的业绩的话，这个更棒，这个比 HBN 十五亿美金还好，这是一百一十亿哦，一百一十亿六十八亿的话，也就是说明年它可能还要增加四十二亿美金的订单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Intel 委外的订单的话，那个真的才多。那最重要是怎样？最重要是 Intel 未来可能有很多的问题，所以这个 Intel 未来对台积电的一个攻击性的话，会越来越弱。三星也没有攻击性，所以台积电一枝独秀的机会很大。你看哦。 过去他一直宣称我要投资，我要投资，我要投资。啊、他说东方细股，就是马来西亚的冰城，他也投资。那时候他去投资的时候，英飞也去投资，日月光也去投资，然后 Post 也去投资。结果你可以发现，二零二三年宣布，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哦。现在宣布怎样不分割制。 做不出来，做不出因为他本身自己出很多的问题。好，那你说马来西亚一家有问题，他二零二三年，吉新民也当然大声就说，他要去德国东部，而且他投资三百二十亿美金哦、喔。然后那时候欧洲欢迎他，还说我要补助一百亿美金哦。哦，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声势非常的浩大，结果到今年两年了，才发现当地培育的学院只有两人，波浪啊，这样子，两个人啊，两 <laughs> 个人。 两个人呐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那请问一下，那这样怎么生产？所以你看，英特尔现在的布局完全都完全停滞，对台积电的一点威胁都没有，而且甚至他的订单都会跑过来。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哈，甚至我们刚才讲到说，他是不是二十 A 不生产的？对，两纳不生产的，那交给十八 A 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他说我全心全力我要供十八 A，结果十八 A 的芯片交给博通，好像也不太顺利、啊。对对，因为。 博通很重要，博通是全球最大的 SK 的科技化芯片，<學>它市占率三十五趴。你可以发现，当然 AI 第二期公布营收三十二点五亿，它是年增三倍哦。我如果今天能够接到博通订单，他马上可以接到十一个客户。也就博通如果说 pass 说订单下给你，他可能就十二个客户。结果博通说你的十八 A 无法进行大量生产。 量力不高，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，这边有瑕疵，那边有瑕疵，那边有瑕疵，所以无法大量的生产，所以它二十月不生产，是八月也是有问题呀、啊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Intel 的话大概原则上，它现在已经第二季亏了七十亿美金，这个会继续亏下去，所以有可能这样哎、欸，有可能把代工部门卖掉，卖给台积电。好，虽然哈，Intel 之前曾经信誓旦旦说它要做代工，<laughs> 对不对？还有…… 希望能够重启炉灶，他以前就做过了啦。他做的不好就给台积电做，后来发现不行，那是不是自己拿回来做？所以也跟美国政府申请了非常多的补贴，但后来发现真的没那么容易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一路亏损的 Intel 有可能放弃代工，对，那会卖给台积电吗？对对,對，因为哦、喔，他现在卖的话哦、喔，本来是美国有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法人机构、投资机构会来投资，但是发现哦、喔，每年这样亏。 可能四五年哦、喔，逃不了所谓的这个损益平衡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<是>啊、可能哦、喔、也没人要去投资。那最好的投资的话，如果他电电收的话哦、喔，等于他的员工获得一个保障，因为如果说进了的也可以啊，方的，但是。 技术各方面的话，格罗芳德他他真正要弄到七纳米以上也很困难了、啊、他还是跟联电在拼一些成熟制程的。哦、是,是是，在先进制程七纳米、五纳米、三纳米，格罗方德还是、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代工部门如果是卖给格罗方德，没什么长进、啊、对对因为他现在做的是十八 A 跟二十 A，他<是>现在做的是一点八纳米或是二纳米，这是最先进的哦。你应该卖给台积电。这个最先进的话，你交给格罗方德，他他没有那个能力呀、啊。嗯、啊，所以你交给台积电的话，哎，反而废化少。台帮你优化。 对，其实他反而对员工是最大的福利。好，那我们回来看股价。对，今天我们刚刚也谈到，这是一个人的武林啊、哦，因为在今天就光靠台积电了，<对>这九十四点呢，通通可以说是台积电贡献的。<对>嗯，对。那我是觉得台积电哦，明年的获利哦，从过去早期四十倍高、高高、高一高高、高最近看到最新的报告，这一两天都是五十六、十七，也就是说大家对明年哦。 看法非常乐观，你说三千的订单或者是英特尔订单全部都会跑到台积电，所以明年获利还是很好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就是说台积电现在这个价位吼，我们等它公布营收再来，公布所谓的八月营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七月营收创新高，但是八月营收现在预估可能会少一百亿呀。 会少一百页就八月会比较淡一点，<是>所以公布营收，哎、欸，没有那么差，而且还不错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个承接点，所以市场可能也在等它公布营收，就说因为八月本来就会降，降的幅度多少，那是一个关键，所以我觉得说等营收公布再来做一个承接，但是我觉得 COUS 这么热哦。 这科华 s 营收本来去年是占五趴，现在占五十个 percent，所以这个是里面科华 s 概念股里面政策受惠程度最高的哈，所以我觉得万论的话，明年赚十八点七哈，可以做三百五十块、四百块区间操作，因为它复合成长率蛮高。那另外的话是检测时间本来三到五分钟，现在是十五到三十分钟，所以你看哦，他们现在做的这种纳米压痕的测试仪哦，那个硬度。 弹性的话哦，都非常严格，所以这个单价的话都非常高，所以代工的这种检测费用的话就提高很多，对获利就会帮助哦。所以 COAS 其实重点的话是严格的检测。那最后是台光电哦，因为台光电的话，因为它的印刷电路板本来叫做 HDI 板，现在改成多层印刷电路板，变成怎样？单价本来两千块，它现在订单变成单价四千块，所以最近它的股价表现就比较好一点。那反而这些的话，可以四百七到五百五十块做区间操作。